全球资源储备量仍处赤字状态。总局呼吁全体市民优先从艺术品中提取能量，换取生活物资。救济站已在筹建当中，请广大市民稍安勿躁，耐心等待。此外，近日有多起艺术品抢劫事件发生，请广大市民提高警惕，维护好自身生命财产安全。谢谢。什么呢？没他妈看见儿童俩字儿。不好意思，我有点口渴了。对不起，我。这是谁啊？我妹妹。好可爱，她现在人在哪儿？早死了。
谢谢。老人家，您这样画剔除不出来能量的呀。要不我来帮您画吧。我也剔除不出来多少。不用了，小伙子，谢谢你。老人家，您这是在画什么呀？我在画火星啊。火星？这是火星吗？哎呀，这应该是的，我儿子说的。您儿子？你知不知道2333年火星资源探测行动啊？这个我记得，那件事情影响很大，好像只有一名探测员成功返回地球，也身负重伤。您该不会是……哎呀，是我，我就是林科。哎呀，现在身体的伤全都治好了，唯独呢，现在眼睛呢坏了。我儿子说呀，上面景色很美，他继承了我的景号，到那时候我们把火星资源给开发了，我们呢也就不挨饿了。请问能不能给我一点点能量？反正也买不了什么东西，那就给你吧。不过我也没多少了。谢谢谢谢。就这么点能量了，你有这么多，你问我要啊？你疯了啊？你有病吧？我自己都没东西吃，我看你快饿死了我才给你的，神经病吧你？这是我学生的话。你学什么？什么东西？这是我最后一个学生的话。当时人们饿得实在是没有办法，为了积蓄能量，许多人为了不饿肚子，把我们学校许多优秀作品都偷走了，甚至抢走。这是我学生最后一幅画了。
哎，小伙子，啊，你很有天赋啊。还好吧。和老师学画画吧。啊？那帮评委没有眼光啊！我这画的明明和你一模一样，他们凭什么只给了我第二名啊？我知道你不服气。论技法，第一名的小姑娘确实没你画的好，可她的画胜在哪？胜在有故事感呐、啊。有人情味儿啊，齐白石就曾经对他的学生说：“学我者生，视我者死。”这话我也要对你说。画画不是只有技巧就行，没有对生活的感悟，对艺术的匠心，那画画和拍照有什么区别呢？啊？老师，哎，你来了。我来领毕业照。哦哦哦。走吧，我送你去校门口。好。老师，其实我也挺迷茫的，也不知道之后去干什么。还是应该继续画画吧。小鞠同学，再见了。出了校门，你可别说你是为师的学生。再见了，老师。小鞠同学，大好的未来等着你，只要你不放弃画画，前程似锦，功不唐捐。谢谢老师。好，再见。